老子今天要选立委，我挂个不分区，我去吸票，我有没有办法选上？绝对比那个什么奇奇怪怪的民进党啊，什么什么现在那个激进党那个死爱当的啊，甚至比你们内媒体人啊，保证绝对有票。我不胡乱的啦，我就一个政见，当四年打四年，我就中了啦。你很刚刚民意啊，馆长这样就对了。虽然我骂脏话，但是大家人民会说，干你娘去个病啊，干你娘个催泪啊。为什么？国家的人民大多数对政治是失望啊，像我这种，进去就变立法院的 Toys 啦，你惹我，老子就干。破你娘嘞！当官员的他妈的乖乖的，他让我质询呐！我操你妈！你操我吗？我不愿意质询，你不愿意质询，你滚出去！操！丢水瓶，丢麦克风，掀桌子啊！不行啊！毁损，我赔你嘛！我代表人民不满啊！我的灯都啊！人民就要看到这个而已，他真的不在乎我有没有过什么政见，他只在乎我修理你们，让你们难堪。